下选项通常会出现在夜店、宫庙。以上皆非。好。香槟。香槟。吕洞宾。吕洞宾。放歌的白冰冰。啊，吕洞宾拜拜。吕洞宾拜啊。吕洞宾不是被咬吗？好咬。圆形的食物，芝麻条、芹、异果、红豆、冰、红豆、红豆，哇！红豆，又气又好笑的天才冲冲冲，100秒后登场，天才冲冲冲。来，金单元，我们是慈善团体。好了，哎呦，这个词汇要多啊，对，要不然辛苦了，对，是不是？注音的反应要快啊，哎，要敏感，这一集堪忧啊，堪忧啊，不会啦，不会，堪忧，有两个形象，堪忧吗？堪忧，对啊，堪忧。有一位来卖笑的，他来卖笑的，他的专长就是吆喝，真的，你知道吗？有一集我学你学的多像啊？怎么了？哪个？这样就不可以吗？好像超传神的，有些规则其实可以变通的嘛，对不对？好，对对对对。怎么样？你用我们变通什么呢？对啊，看等一下就会有了。怎么变什么通就有？看等一下就会有了。怎么变什么通就有？怎么变什么通？好像哦。好，来接到我们陈真队来，哎，欢迎香蕉、苹果、芭乐、志祥。莲雾，香蕉、苹果就都，哎呀，全部都是水果队了，水果盘了，哎呦，哇，我们什么真甜，哎呦，真美，真辣，哎呦，这个真辣，好了，我们决定了，决定来了，只要说不，又不会赢，哇，是奇怪，快怎么样？我们要看他们烂，还是要啊？我们让他们看我们厉害。你想讲讲？他们好棒，他们讲的厉害。我们先啊，制作人说我们先，有我就偏偏不。你们先也可以。因为我怕制作人生气啊，我们先。不怕，各位，好吧，各位不要怕。派五位队员修两个。哇。我可以修，我要这么修。我们全部都想修。来，就你说了，我一个人玩。那就我接哪个哪个接我，我接哪个哪个接我。我讲，就我觉得最厉害。就简单。还行，他最简单。那个梁鹤群等什么？啊，学长一定要的。等天黑啊。等放饭。放饭。我觉得你跟真田先休息。第二阵容，太棒了！这样子，我们第一 round 就这分数把它抢多一点，我们后面输一点没有关系，没关系，后面给你挥霍了，哇，你就太挥霍了。来来，你看着那两只烂咖就开始，也没有了，也不是烂，就是差一点了，好不好？来，我一起坐，要不要换一下位置？换吗？没有，就这样子啊，没关系吗？没有，可以的，好，不重要。请抽第一个字，对，可以换一次嘛？哦，哪个手气 OK 的？很烂的，无所谓了，我们厉害，吸有没有？没事。好，简单。哇，来，抽到了第一个字是鱼，哇，第二个字是蛮难的，鱼，哎呦，蛮难的，蛮难的，鱼蛮难的，鱼蛮难的，鱼很像比较应该不会哦，真的吗？渊鱼鱼鱼鱼渊源远渊，没了，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哦。有什么？我觉得蛮多的，缺吗？多吧，真的缺吗？缺吗？缺的话就来了，缺吗？好啊，很多很多，真的啦。多，来，我只想到一个。鱼波的组合，来，鱼波啊，看前面鱼波啊。我们是慈善团体，两分钟准备。三位心里开了，原本哦，月包，月包是对，就是这个月我要把它包起来，月那叫包月包。鱼标很多，渊博，全是渊博，没了。我们说这个人愚笨，哦，愚笨，很多啊。我们可以提醒吗？可以啊，他愚笨要干嘛？哇塞，钱在古代叫什么？金色的那个，
从那个袖子里拿出来那个，不要比。你跟你男朋友，哎，我长得像水饺，长得像水饺。元宝，元宝，元宝，对对对对，好的，云豹，云豹，拥抱，拥抱，那个月饼，月饼，月饼，玉棒，玉棒，玉棒，香蒸，香蒸，玉棒，玉棒，哇！因为你是来跟躲雨的是吧？那个，你这个人完全什么都不懂，没有，我就跟你讲，他听得懂。离开啊！你除了比就算了，你还离开这个位置。什麼不要比移山，不比哦。愚公，愚公。对，然后呢？我刚讲过了，愚笨，我讲过了，被咬了，讲过了。救他，我想提示他，吃火锅的时候有一种东西，白色的上面有粉红色的圈圈。关东煮也有鱼板，对，鱼板，那个鱼有一个鱼啊，像一种行军什么云，我怕讲子阅兵，阅兵，援兵，援兵。还有一个艺人，有一个电影明星，演那个袁冰，那个不是袁炳，啊，彪了，还有永邦，哎呀，永邦，哎呦，还有袁彪了，袁彪不认识了，他知道，袁彪洪金宝啊，对，应该有听过了。哦，原版啊，原版，对吧？哎呀，听得蛮多的，还有拥抱没有讲吗？真的，有讲啊，有讲嘛？预报，对，还有预报，预备，雨天备案，雨天备案，简称可以用吗？雨备，雨备啊，勉强会有雨备吗？简称可以，当兵的时候有雨备啊，哎，那还有七八个没，都被你弄了，我们弄这那个，还有你没有一题。是自己想的，对不对？没有，这个真的是我最烂的单元。你哪一个单元好？有其他有。梁鹤群，我真的还看错你了，对不对？真的。来跟我们还是有两个单元还不错的，不是？比如说，最起码你比较好，对不对？我刚刚忘了，我讲我就漏看他了，是不是？我第一个站出来说我不行，应该是你先修才对。对啊。我刚就有说，那你刚为什么不是自告奋勇？我刚才自告奋勇，我第一个说我不行。有，那我们重录，对吧？我真的这个我觉得，对，后面都不用上，后面都不用上了。得到的分数有12分，其实也不错啦，也不错啦，发挥啊，擦，来，动手交换，你们上 ，OK， 谁休息快？谁休息？李易阳先别休息的嘛，一定的嘛。休息一下，我也可以啊，我也可以。那我还是要上啊。你身上好像，那我后面好像蛮强，没什么差了，这可以救，可以帮忙的，没差了，好不好？好，加油。第一个，抽一个，男的，简单一点啊，简单了，简单。第二个，简单，好，不，啊，完了，哟，太好了，哇，哎，这个应该你们要换了，第一个字，沙东东。哇，五日，哎，反了，五日高铁，好了，没了，换五日高铁，只有五日而已啊，可以换，有，哎，等一下，好像蛮多的耶，很多的啦，可以啊，蛮多的就好啊，日有吗？很多哎，尾日，日很多吗？五三，五很多，二要换日不要日啦，日换掉好了，换日哈，我给他们用掉就好了，来，再弄个之，抽一个之，男的。抽好一点，滋，哇，有吗？还不错啦，分，哇，很简单，好多了，还有五分，分啊，来准备，我们是慈善团体，2分钟计时开始，无法，他讲过了，对，他是我讲无法，啊，无法，哦，问法，这个问法，问法，我，那个你要你走来，你去了又回来是什么？啊，那个无法，我确认了，那个你去了又回来，他讲过了，往返，我，卡住了，古时候说你这个人怎么触犯了？对，触犯了王法，哇，无法讲过了，哇，太好了。那个就是有一种内裤，他还说你什么接轨，什么无缝，外放。那个有一种药，它可以内也可以怎么样？哦，外敷。对，那我讲那个无缝，那个老人戴红帽子那个的人，对，无缝。乌尔奇，救他！不要救他！不要救他！不行啊！不要救他！不要救他！艺人啊，创新不了。万邦，对，漂亮，还好你忘内服忘。杨千沛风起来讨公道，连陈奶都躲得远远的。杀价，杀秋刀鱼。
什么？哦，鲨鱼要用鲨鱼要边洗边鲨鱼要用，没有错吧？你夜夜都可以用嘴巴了，鲨鱼不能用。不要录了，不要录了，不要录了。各位，你一个人在玩五分钟。来，千佩淘汰。等一下，怎么了？我拒绝。那有什么药，它可以内也可以怎么样？哦，外敷。对，那我想那个无缝那个老人戴红帽子那个无缝的人，对，无缝。外敷。救他，救他！不要救他，不要救他！不行啊！不要救他，不要救他！艺人啊，创新不了。万邦，万邦，对，漂亮，漂亮，还好有旺。内服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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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叫水果，叫水果。那个人，这个人会贪污，所以呢，我哎污污污污污灭污灭污钱呢？污污污贪他是四个字。前面是贪污的意思，然后下面是。你鹏哥有讲那个药啊，你可以内外服，外服没有外服，没有外服，没有外服，内服外用，外用外用是不用用。对啊，内服外用。可以接着走，没有外服，刚才他们错一个。在皮肤上。我。快啊！不要救他，不要救他。那个就是第一个字是秒。我怎么讲？那个地。在地狱里面，它会有一个手表柄，死掉会，我要怎么讲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王啊，对，王。第二个是市政什么？市政哪个市政？哦，市政。哦，这个王什么？有了市政，你会讲什么？台北市政什么？王府。对啊，哦，王府。对，哎，这个这个一个人很怎样？很灵，怎么灵？在演吗？在演？你这样演的，在演。哦，还没有机会哦。威风啊！旺旺，威风好，旺旺，旺旺，旺旺，吹到旺旺，旺旺，好过，旺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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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还好啦，还有网费，哎呦，真的网，真的网费，超差两分，真的网费，他们比我们多，对，他们的超多，但是因为他们是重新再选了一个。哦，对不对？他们有分的话，他们搞不好更烂了。对，你要这样想。日的话，是不是？对，你们是乌跟日啊？对，对不对？另外有八个没讲。哦，对，所以我们的那个还可以爬那么早，还可以机会。对，来哦，攻守交换。太早了。来，你们两个下来。哦，那个你跟对，你休息。好，我很懒。三忘法。我也休息了，你去玩。好吧，坐起来，坐起来。还有我吗？来，你第一个。不是，因为我要讲的时候，旁边一直讲话。请抽第一个字。这个是都可以提示的吗？可以，全员提示的哦。简单的，来二。我们对啊，可以了。反正我们可以换，没关系。我们对对对，对他们可以换。可以了。可以吗？第一个字。哦，简单。哇，简单。第二个字。哇，哎，可能要换了。我们换看，因为不用白不用嘛。好，因为大家一次机会用完，我们下一 round 就是别的。我猜你应该是换第二个。这个蛮好的。当然第二个，当然第二个。最好是一啦，对，来一个简单的，最好是一，好，一二三四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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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吧？的，哈，的，西的跟西吃要哪一个？用比较好，西吃比较好，吃比较好，西，啊，真的吗？哎，哪一个比较好？吃比较好吧？吃吃比较好，吃好像比较好，吃比的好，的吗？吃的比较好，在东北多，来三秒了，对吧？都不好，对吧？的吗？对不对？吃不好，我选吃比较好啦，吃比较好，吃吃吃的吗？吃比较好啦，好吃啊，吃吃，来实战团体两分钟计时，很多了，来了。这件事很不好启齿，气窗，牵扯，清纯，汽车，对，奇耻大辱的奇耻，其次，其次是好，哎，好，其次，干嘛？另外一个是其次，是，可以选择，其，啊，哎，我们要去，我们其次，好，哦，啊，是啊，都是那个字啊，怎么那么多那个字？当然要去保养厂拿我的。我们讲气窗讲了没有？讲了，讲了。保养厂去拿保养厂拿我的什么汽车？对，过来。不不，那我摩托车的话是不是用开的？是用什么？怎么走？怎么走？不要比。怎么走？不能。摩托车在路上。牵车。对对。
对呀，先吃，先吃，先吃，过了，过了。那你啊？忘了是谁？我们完了。吃东西，我们可能去一个很多人吃饭的店，然后有很多有红烧的，有烤的，有什么？有红烧有烤的，需要铲子来帮忙的。炒啊？什么去？去清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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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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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气喘气喘哦，清炒我还我有另外一种吃的串冰的清炒，它是清炒炒是那个炒丝草地的草草地的草清炒。如果说一个人爱很多人，他是什么高手？秦厂 ，yes， 千疮百孔的千疮，哇，脐橙，脐橙很好，很好，我一大早起床，哎呦，好，起床，还有，小狼哥都准备好，都不去我家，有，伤口，千球，啊，伤口，不是，要把伤口，千疮，把伤口弄干净叫什么？清创，对，啊，千。可以啦，还好，把伤口补一个，还好。铅球嘞，哪个铅球？没有，小心讲错，还是这么好，我急到了，急了，梁鹤群，你这个表现的这比康毅好太多了。谢谢，哎呦，刮目相看，对不起，我向你致歉，对不起，对不起。谢奶哥，谢奶哥，哇，非常抱歉，我前面真的看他没有啊，你完全不假思索，一秒一秒的来，真的，对，还好，哎呀，我想到了，前面没有等，而且他都不救别人哦，我们。今天录影是下午3点，然后11点就11点哇塞，他来干嘛你知道？因为他中间有另外一个通告，他来这边化妆再去。知识不需要在大庭广众，他说的是真的，哎，这样子赚钱的，省书画费，来说吧，不是，本来就是要画，只是早画晚画而已吧，还有这么多啊，哎，我刚才金车，那牵车，现在就骑车，牵车啊，骑车也，骑车早就讲过了，没有，骑车没讲吗？没讲，我们讲青春，汽车有讲啊，还有青春啊，还球，我刚想要球场，起床也。还有我把车子丢掉，汽车很多，16分，你看随便得都得那么高，还好，我们要加油，被我耽误了，要不然起码20，没事没事，真的我自首，对，哪个加油，好，我赢的，逮到机会，我看不出来你是在鼓励我，加油，我看出来他在羞辱我，没有，我说哪个加油好吗？哪个加油？哎呀，不说交换！哎呀，完了！大家上，快拿两个休息。谁上？我们两个休息，我们两个休息，上两个休息。哇，那你们两个休。我刚刚烂的，三个来。好吧。去，来，好，抽。来，没想到，球抽一个支，支。球场啊，球场。不要。支。没有奖。日。已经不能换了。哦，很好。哦，完了。是什么？很好。开始想，来个支，哇！气都气到。来了。哇！先跟你讲第二个字。你看到你就晕倒，晕倒，丝，哎呦，丝不错啊，第一个字更惨，丝很少哎，丝，哦，丝，哇，这个好难配哦，好难哦，这真的超难的，没得换，来哦，我们是慈善团体，可以，2分钟计时开始，多了，是，真的啦，不会，是丝哦，那是丝，那是丝，不会，喷，哇，超难的，啊，这，着色。着色，着色，那个哦，厉害，好强啊！那个周，我想周，周苏周，一五专念到3年级，下一个年级呢？5专4专，4专啊，倒过来了，我知道了，那个礼拜几？周四，对，那我先用制酸剂的，哦，那我专四。他减一，四专来专四啊？啊，可以就专二哦。对，专三，对，专四、专三 ，OK。刚好都有了。换谁？换我。周三，对。哦，周三，周三，阿姨，那还有什么？周三。下一个，就下一个。周四，他讲了，他讲过了，他讲过了，周四讲过了。在周五啊？你啊，周五不是啊？你讲的什么东西？错不能讲。我知道，你今天去个饭店，然后他会怎么样？你要在那边怎么样？不可以比。住宿。对，住宿。非常好，非常好。啊，给别人了，好难哦，一样。住戏，我们住戏了。
还有什么、啊？哦，我还期待杨千霏那个什么？撞死可以吗？撞死叫撞死人啊！撞死，这是一个词吗？好难啊、好难。有哎，我刚本来讲一个啊，有。哎呀，没有吧？你没有吧？啊，不要骗我们，没有啦。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什么叫做法律什么旗？法律什么旗？追溯旗。追溯旗。哇，那个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回到那个时期，我们可以第一个字追溯，对，追溯。啊，还有两个字是一样的，追溯两个字是一样的。我的追溯，追溯旗跟追溯。它是告诉的诉啊，它是追溯啊，不一样的追溯旗啊。装蒜。装死啊！追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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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蛮多的，没那么少，很多。钻锁，对，关山山松是钻山钻石，对，各种各种死法，各种死法，还有致死啊，过失致死，还有追溯就无损，无损，哦，对，追溯跟追溯，一个是上溯的溯，钻石，但是真的是无损，很多。对，好，答对十分，28-21，哎，不错，我们有机会哦，我们赢七分啊，有机会，来，我们叫 round two， 哎呀，我们赢七分，他们要追分不容易，对呀，好不好？除非一个卡住，好，他们这边我只。你觉得杨千霏蛮有机会卡呀？他们其实阵容还蛮好的。不要被我们趁虚而入。不会，来我们排位置来。好，很简单。不可以后面。来，注意哦。所以后面可以提醒哦。提醒他。没有他，小心哦。我提醒。而我们，他说他排我排我前面。你们俩很厉害，没有。没问你。你可以。我们三个随便。对。那我就我第一。你第一个。好，这样随便排一下。对。随便啦，我们只担心。音而已，就是歌很强。刚有，我还行，我还行，还行。对啊，三分钟，三分钟。根据路透社指出，只有后面这个人可以提醒。对，我们如果他往后提醒的，听说要扣三分。有一个人妹妹出生就扣三分。妹妹，因为我们稳赢的。好，因为七分嘛，对，所以啊，什么意外的话，你们应该是赢的。七分是要一 round 哎，对，对呀，难呐，还没有出发就说没什么意外，他们可能会赢。哎，看看，放轻松，放轻松，一定赢的啦，我们要放轻松。来来来，这一定输。准备好，没有，刚好你会。我们是慈善团体 round two 上半局，准备三分钟。啊，哎呦。哎，不用了，太轻松了。那个，我们有什么什么大道？那个魔，每一个关卡都会有一个。魔王。是。皮影。百思不得其解，百思。对对，百思。哇塞，很顺很顺。很简单。很简单。有。那个我们就讲很简单啦，只有那个谁，只有张浩自己可以帮啊。那个皇帝赐给元翠，啊元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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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巫婆，很简单。巫婆。文奇自告奋勇带队，结果却是，我觉得，哎，我第一个好了，第一个，故宫国物院国部纪念馆 ，OK， 台好，中高雄，对，高雄。好了，国外哪里有啊？对啊，台湾就很多了嘛。天才冲！哇塞，很顺很顺。很简单。很简单。有。那个我们就讲很简单啦。只有那个谁，只有张浩自己可以帮啊。那个皇帝赐给元翠。啊，元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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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很好。巫婆，很简单。王袍，不对，不是王袍，
哎，刚刚有讲到可以啊，刚刚讲到啊，他讲什么？喂，黄，他刚刚讲了一个，讲了什么？他没有讲，黄袍不行吧？是黄袍吧？是黄袍。黄袍可以。乌泼什么？梁鹤杰。小梁哥，你叫他碗啊？这个很简单。很简单。问不是讲到问普？哎，不对，问不是那普，那是普，那是梁鹤群。梁鹤群，我想回答，他都不给别人。对，太搞笑了。梁鹤，我对啊，五完了卡了，五哎，竟然卡在这儿。那个古代那个做法的那是什么？巫什么？对啊，巫什么做法的？做法的是巫师啊，巫术啊。没有，巫婆，巫婆，巫婆。有了，哇，哇，一个，快，就他。是不用思考扫裤锁哪个那个你穿到裤子里面很紧的锁裤束裤啊哇哇！今天怎么为什么都这样子啊？字好难哦。草纸，碎，哇！草纸，仔细啊，仔细，快！哇，日期，短期，这么简单，如期，后面，如期什么？哎，如期什么？软，哎，提醒他，救他。天哪！就那么简单？如此好简单！哇，好简单！热，哇！热气，这个热气呀！容器，我讲神经，神讲出来了啦，对，只能用形容的，卡的几个太快了，卡这个很怪，那个巫婆那么简单，对，很快，我完全卡外婆，巫婆，外婆，你那个半天太怪了，日期，好啊，我刚刚讲日期，很直哎，好可惜，哪个来比较难？那个思科诉苦，也是一样啊，思科也思考啊，对不对？思考，对啊，他来比较难，你们那简一看就有嘞，你那个卡，你们两个卡太卡，那他巫婆太简单，一看就是巫盆，巫婆都有，巫盆记的巫盆呐，哎，王品，哎呦，你在问王袍也可以啊，对啊，碗盘，哇塞，每天都在洗的，我赔，我本来以为他很强的。我就卡这一个，就被一个巫婆给卡死。对，我们现在就抱着那个轻松，刚你在旁观的这样，这么放轻松完就有，哎，不要绷住就没了。OK， 不绷住，好不好？我们打几分？十分，有机会，有机会。我们现在八十七分了，77分满满的。放轻松，好，攻守交换，好，加油。好吧，好，现在38-21，有压力，好不好？哦，我们刚刚打十分嘛，加我们前面赢你们7分，17分，加油，不难啦，对，17分，一 round， 两 round， 三 round 就赢了，哦，这么容易，讲的好像蛮容易的，赢翻了，都不卡，很简单嘛，顺顺，后面排棒赢翻了，真的赢翻了，我们不要这样卡，我们就有救，来救我，救！哎，你有需要被救吗？我有需要，可能有需要。有谁好像？你还排第一个？我要。他先过来。我还有第二乱要再卡。我知道了。这样子。来，至少他有人救。哇塞，千佩厉害。还好对不对？那我救了。OK， 好不好？感谢。千佩加油。安静。你要救我。安静。我们是实战团体，3分钟。嗯。吃吃苦。对，我知道讲这个。走，讲就走，咱就走。赵哥。对。走。洗皮，对，咱们走。嗯，去七次可以。好，姿势教室，然后教室是另一个事。
祭祀祭祀，哇，很好漂亮。他他一，快点快点，你打招呼啊，嗨嗨嗨嗨嗨嗨嗨，他在住美国，但是他是我们台湾人，所以我们叫什么？那个他是他住美国，但是华裔，对，谢谢谢谢，好，前辈，就他，就他，前辈，念出来，那个水在前面，你要走过去，你要干嘛？跨，第一个字是跨进，快点啊！念出来，可恨，可恨，哥啦，哥啦。可恨，水在你前面流嘛，那叫什么东西？然后你要走过去，你要走，好难讲哦。哎呦，你讲别的，讲别的，有一个啊，我知道，自己发音嘛。你是那个，比如说你是芭乐里面，如果有那种火，有好难过啊。自己发音嘛。果好辣，哎呦！念出来就有。有，我有念那果核。山川。哦，可以。加油！啊，完了，四步。四步一没有，四步一没有，对，四步一没有不行吗？四步有，可以，四部电影都可以。哎，志顺，你不要帮他解释，他说四部。他不是讲四部，他说四部一没有，四部电影四部一没有都可以啊，那就四部就不贵，那叫四部一没有。志顺，你帮他解释吗？四部，我说哦，他说你不要跟他解释，你不要解释，好不好？你不要帮我们解释，他说四部一没有就是不贵，你不要这样，大学教授都在看我们节目。那四部他不是这样讲，他说四部一没有四部，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好不好？你不要帮我们解释，他对错我会那个，你会比我比大学教授还聪明。好喜欢看他生气，无脑。玉堂外套，玉山，在那个什么，我们中秋节，嫦娥上去那个地方，手比喽，月桃可以啊，什么月桃，玉的，你不要比那个哦，中秋节上面那个什么，哦，好不好？那是玉兔，对，你要提醒他玉兔，对，是玉兔，是吗？哎，玉的。日的，热，这个东西是热的，热的可以吗？哦，子这个人他念很自信，看到你就骂，不要念出来，那个乌朗念你念，然后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这个人很制服可以吗？制服可以啊，陈子是制服，制服，那是织，没有制服，是织，制服，你在比制服，他讲的制服是这个制服。不是，我说制服，我后面没长眼睛耶，我这样制服。你后面没长眼，他不能比啊。我没看到啊。听我说，他比完以后，他们说不对，然后我跟他们说是这个。对。那你为什么帮他解释？他搞不好像是讲这个制服。不是啊，我说制服，比制服。他没有，他讲那个。你误会了，误会。你为什么要针对我？我把你的小孩子打死耶！制服对。对。我只是看到你，我很开心。我说制服，我手还放后面，对不对？念出来，先念。对，手放面是意思放后。3秒钟，你还我3秒。有，来快。我芝麻子哇，草莓。草帽。哎，对。加油啊！好快。1号古人那边说叫哦，来人呐，来人，来人嘛，很多来人。烂人，谁是第一棒？杨千霈嘛，对，刚好两棒再过一个十五分。15分吗？真的吗？我们有两棒吗？两棒，有两棒，7分嘛，有我们两棒吧？他刚制服是第二棒，对啊，16分，他已经在小了。
老人下去就有了，你跟老人家就平手了。对，烂人下去也可以。没有，美君，你刚刚还我三秒吗？我还你三十秒吗？你那个，你每次都让人家讲那么久。哪有，总是要想一想嘛。因为亏那个气会断。你会讲，你会教人了。其实你也没有比较好。教人了。好可惜啊。三八比三七，恭喜我们男人的获胜。好，来，恭喜啊！现在分享的天才，冲冲冲！来，新单元大约在动静。好吧，好，这个单元不容易哦，真的没有玩过，谁没有玩过？我们都没玩过，我们也没玩过，怎么样？赢在起跑点，大家都没有。但这没关系啊，反正没玩过也不太会影响，对不对？因为这个跟脑没有关系，那直接反应。直接反应有。对，刚刚那个我们就是跟脑有关系的。其实这个跟我们以前的跳跳 tempo 很像，类似，是啊，动作版。对，哦，这就有时候是什么凭感觉默契，没错，对不对？判断。好，今天这个项目的冠军可以得到什么？哇，美国长颈鹿气泡水机。哦，一零六。你懂吗？好棒哎，很漂亮哦！来哦，我们家各派两个人，各派两位啊。那我来哦，我们先下玩过的，先下好不好？先下，我们玩过的，先下。来，在中间当我们的动作小天使，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四个都下去，没人比了。哎，好吧，就暂时先辛苦一下，难得一见的画面，加你两千，好不好 ？Thank you， 加你两千，加你两千，我们才加两千哦，好不好？注意哦，怎么样？你怎么？你怎么？他想回来。我平常那边比有加两。你是主持级的，对，还想加？好了，注意听啊。对，以下的选项通常会出现在夜店。哎，啊，夜店这样比哈，宫庙。啊，拿香拜拜，以上皆非香，比叉比叉，好不好？好，注意听了啊，听好啊，来哦，安管，安管，安管，哦，安太岁，安太座，安全之王，哇，太座，太座，太座是哪？太座是家里的，哇，哇，太座。包水搞富贵啦，没问题，要不然这样很难看，而且这样节目时间也不够，好不好？有一个说法是说，安泰座比安泰岁还要重要，还真的，安泰座多难啊，对，对不对？泰岁一年安一次，泰座是天天安啊。哎呀，哎呀。懂了，多辛苦啊！哦，是不是？安三喜，辛苦，好吧，各位，好不好？赶快当太座，好不好？我们尽量不要趁机吐苦水啊！注意听了啊！好，以下选项通常会出现在夜店、宫庙，以上皆非。好，哎，不错，加两千啊！哎，来哦，安太岁，安太岁，安太座，安全之吻。安全之吻，哎，哇，应该不安全吧？夜店会玩呀，你不要光知道有在玩，要通知我们啊。那个地方在哪里？泡夜店，泡夜店，怎么是？哇，泡夜店倒要靠嘴巴，阴暗的角落。最好的怎么都没有约我们？哎，对啊。你听了啊，好，以下选项通常会出现在夜店、宫庙，以上皆非。好，哎，不错，加两千啊。哎，来哦，安太岁，安太岁，安太座，安全之吻，安全之吻。哎，夜店应该不安全吧？夜店会玩的。你们在夜店都玩这个？夜店没有安全之吻。去，不要光知道有在玩，要通知我们啊！不要安全的，有在玩再不告诉我们。我以为你要纠正人家，不是说东区有哪一家在玩？对，我你也主持几年了，两年多了吧？对啊，我这种交情都没有，你看。他想带你去玩不安
安全的。对，不安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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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地方玩不安全的，安全也没告诉我们。你们的道德在哪里？良心在哪里？那个地方在哪里？真的有一家店有在玩，他真的就是安全自我，不是一进去的时候就是那个成人的什么？你去过？真的店啊，然后那里吃饭就是有充气娃娃。你跟谁去啊？我只是外景，真的啦。你去出外景，什么节目出外景？然后他墙壁上都有一些蛋啊什么的。蛋啊！对对，他的蛋，装电池的蛋啊，真的啦，真的啦。是，对对对对对，他有安全之外，有啊，都可以玩啊，玩啊，看你要玩怎么样，真的，他有抽牌的，只是你还没玩到呢。那他讲得津津乐道，想知道在哪？原来你们都是社会观察家啊，有啦有啦。好了，有争议啊，这次刚刚怎么样？争议啦，有争议啦，没有仇了，哦好，没有仇了，这次来哈，错了就下去了，我们时间长度够了，好了好了，来哦，以下选项通常会出现在夜店、公庙。以上皆非，好，搞清楚以上皆非啊，蛮适合的，是不是？好不好？来哦，注意听哦，安全自刎，香槟，香槟，吕洞宾，吕洞宾，放歌的白冰冰，吕洞宾拜拜，吕洞宾拜啊，吕洞宾不是被咬吗？我咬，他是八。他是八仙过海的成员，也在八仙有他的庙啊，对啊，有庙，对，比天海又庙，对啊。皆非啊！对，合理。那你理解的真的很好，真的。要透彻一点。都要吕洞宾，他应该在医院，是我们跟不上你了。好厉害！而且我跟你讲，我们跟不上他。我也知道吕洞宾，可是因为我们节目。真的有寓教于乐，因为之前有去过吕洞宾啊，去过吕洞宾，你有出过？出过？有出过吗？出题啊，出题啊！我才知道哦，吕洞宾是干什么用的？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八仙呢？哇塞！来下，来了，等下了，啊下了，很好笑哎，好可惜哦，合理啊，对，合理。荒谬，荒谬，下去，来哦，听清楚哦。我觉得我们这四个组的选项好像觉得这游戏很难，一直狂死。来，准备哦。以下选项通常会出现在夜店、公庙，以上皆非。准备。放歌的白冰冰。放歌的白冰冰。放歌的白。跳舞的。放歌。哦。放歌的白冰冰。DJ 啦。DJ 啦。DJ 啦。可以在节目中放歌啊？为什么一定要在夜店放歌？节目中放歌的是阿健老师吧？但是冰冰姐会去夜店吗？不管，不管啊！对了，啊，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夜店就放歌的，你管他？可以，这一局输的不是很好。来，好，以下选项通常会出现在夜店、公庙，以上皆非。来哦，神棍、武棍。老公的擀面棍，老公擀面棍，光明灯，霓虹灯，冰拉灯，冰拉灯，退选的拜登，退选的拜登，扛轿，苏兰在叫，文琪虽然叫，文琪在，哎呦，过来。还没完。我看到这一阵子，哇，真的蛮好的哈。啊，谢谢。但是他们那个太规律了。小梁哥好强哦。就是对对错这样，但是太规律。小梁哥有出国，有查，有去放松。哦，有去哦。对，带小孩子，你是加拿大？加拿大。哇。从加拿大会来吗？加拿大贵耶。啊，很贵，加拿大。还好，是岳母家。人家那个回娘家都一天嘛，我回娘家一个月。哇，对，好有钱，很辛苦啦，很辛苦。那这一个月没赚钱呢？没赚钱啦，所以现在就来了。不要趁机抱怨。来哦，继续哦，好不好？还有，以上选项通常会出现在夜店、公庙，以上皆非。交杯酒，加加酒，厕所吐好酒。啊？那？画符咒，元宇宙。退兵的阿宙，退嫁的阿公，阿公，
慢哦，太慢哦，好不好？来哦，退将拿弓，土地弓，铁头弓，兵弓。需要铁头功，在夜店都是跳那个 breaking breaking， 那是头转，是的。你慢一下，你刚你讲霹雳舞还差不多，那个是头转，头转需要铁头功才把头转。我都来，我都跳铁头功。光一样，啊，我铁头功，哎，又是我们上，都是我们，对啊，原来这是我最擅长的单元。梁娇，好，够够，谁？换你，去够。哎，下一位，梁亮，我在。哎呦，梁亮，哦，梁亮，很厉害。来哦，我们换题目，换题目。来，注意看动作指示哦，来准备。注意哦，以下的选项属于要肢体接触的，抱自己，要肢体接触，不用肢体接触的。卖了，你卖了。不要肢体接触，好不好？不要接触，可以吃的。好难，好难哦。吃面完全不一样，没有一个抱啊，一个推啊，第三个跟前面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好，来，准备，加油，加油。太慢喽，太慢喽。哎，不用，太慢喽。是这个。这是上一题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是上一题，太陶醉了，准备哦，上一题，加油，橄榄油，可以吃啊，你要自己接受橄榄油，不是要擦，对，橄榄油，对，啊，好像有人，橄榄油不能擦吗？题目说只要可以吃的就要用吃面吃的，可是橄榄油也可以，可是橄榄油我以为是用擦，小时候都用那个当防晒，对啊，椰子油，都可以，都可以啦，棕榈油，椰子油，我怎么记得是橄榄油？泰国的椰子油啦，就这样，我上来了，橄榄油，对啊，我们快死光了，完蛋，来哦，以下选项属于要肢体接触的。不用肢体接触的，可以吃的，哇，这时候很活泼了啊！好活泼，来准备哦，就这个功能。橄榄油、爱老虎油、老虎油、卡油，什么？爱老虎油不是爱你吗？爱老虎 ，I love you， 就是要肢体接触一下。对啊，对 ，I love you 啊，没错 ，I love you， 常常讲爱老虎油，我就会 I love you 啊 ，I love you 会抱着。会等一下吧，好来，准备哦。你太久没讲了哈。以下选项会用到的是要肢体接触的，不用肢体接触的，可以吃的。卡油，甜菜根，啊，甜海，甜皂素海，饺子，嫂子卖饺子。陈哥大饼，哎，嫂子卖饺子，实在好吃啊，太好吃哎，可是他不能吃啊，是嫂子在卖饺子啊，他一卖我买饺子，我马上捧场，而且他是接触饺子，不是接触身体啊，他行为，行为，对，嫂子卖的饺子，那就嫂子卖，抓鱼饼，嫂子卖饺子，你不能去吃正在卖饺子的嫂子，这是病，这是一个死，那个什么思念，对不对？那个画面太鲜活了。嫂子，看交情啊！他在做的，哎，看交情，超陷阱。你他都往那边想，我没有，好不好？好吧，嫂子卖饺子就是在现场捧场的吃，对，好，你捧场饺子还是捧场嫂子？好有了，下次只有他嘛哈。凯西啊，我刚刚吃，哇，我们三个都吃哎，我不了，你要吃啊？有，因为我想到饺子了，我等会儿再来，英文厉害，好来，我喂，下，哎，上，啊，你也没哇，对啊，哎，我发现这个单元很厉害哦，不用动脑，很要脑，要肢体接触，哎，我们那边全挂了，对啊，没有嘞，我们有两个，还有两个。大家注意啊！以下选项属于要肢体接触的，不要肢体接触的，可以吃的。好来哦，发牢骚。发牢骚是不要肢体。钓鱼烧。钓鱼烧。奶奶变电烧。奶奶变电烧。电烧。什么？你不要边念边不做。我在想，要
生晚会慢半拍啊？你是不是理解能力太慢了？我说奶奶变电的时候，奶奶变电。不然呢？我需要一些画面，奶奶被电烧的样子。你不要讲，你不要重复，你直接做就好，好不好？要头脑要快，不要那么小。奶奶变电烧，来注意哦，来哦，预备，奶奶变电烧，今天变电烧，口水。什么水？口水，口水，口水，流口水。口水不用吃啊，可以吃啊，口水可以吃啊。你没有吃过口水啊？怎么可能？交换口水，没有交流过体液吗？那叫交换口水，为什么叫一个口水？谁要？不是啊，你每天自己对咽口水啊，每天自己咽口水啊，会咽口水，那不叫咽口水，你不吞口水都吐口水名词，我干嘛？好啦，不是吗？不是有一命吗？还闪？没有，有一命，只有一命。下去，我才刚上来。对不对？我刚上来多了。很难呢，这个早晚要面对的，千妹姐。你的题目不可以，为什么一定要？我没有做出反应。你也挂了是？你也没了。你也没了。那就是哪个？我。李生田加油。哪个加油？他们还剩一个人。换题目啊，还蛮长的。换题目了吗？啊，换题目。对，这个太难了。什么？好，注意，以下的选项会用到水。水。海浪被拍打。拍打海浪。嘴巴。双手别哇哈哈哈哈哈大叉叉哈简单对对对简单简单哈哈好不好？以上皆非就这样。大叉叉哦大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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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对胸前比就错了吗？这样就不行了对。哇一直说大叉叉大叉叉大叉叉水这样就好了嘛对。他会用到水的还是嘴巴的好都不是哦来。哎那嘴巴什么？嘴巴这样子啦完蛋了完了完了。水，你也有事是不是？我忘真快。水嘴，来注意。水，泰国玉。水，岩盘玉。岩盘玉。哇，也不会用到水啊？不会啊，那个是蒸汽盘。做完要洗澡。我洗澡啊。是你们家的事情啊。你还不洗澡？岩盘浴要洗澡。岩盘浴这个事情，好热呀。并不会。不要对啊，在进行的时候。Oh, 我用之前会洗澡，蒸汽的蒸汽就是水啊，不是啦，雨下，蒸汽可以啦，这个有出入吧？没有出入啊，没有啊，大会有没有争议？没有争议，就是岩盘浴不用是烤的，没争议，石头对，石头对啊，石板而已，对，是烤的，哎呦啊，哇，好响亮，哇，一次挂两个，木兰啊，是木兰，还有你啊，是很快，来吸来，哎，哎呦。还是我们三个，哎，这个单元没有送奖品啊？那有啊，有啊，奖品，奖品，奖品，气泡水，气泡水，气泡水，哎，这节目十八年还没拿过奖品呢。你有拿过？你都送给凯西了？对，你有拿过？就是今天的，就是今天的，就今天，就今天。我可能忘记。真的，好了。来，以下选项会用到水、拍打、嘴巴。还是以上皆非。来哦来哦来哦，来了，来岩盘浴、森林浴，什么东西？森林浴。哦，森林浴。哎呀，哪里拿水啊？森林浴是没有水。森林浴，你是说要拨开有没有汗水？岩盘浴也流汗啊？汗对啊，那蛮合理。我做都很快。一身汗啊，怎么没有汗水？健走挂了。刚才岩盘浴汗更多哎。对。对。有 bug。给我一次有拿奖品的机会。好，可以。那个六十五岁。进老票。来，以下选项会用到水、拍打、嘴巴，还是以上皆非？森林浴、吃爱浴、吃爱浴。啊，这是什么？哪个？没有，上一题，他也进了，他也进了，吃爱浴啊，理所当然啊。他也进了来了，因为我一个小虾子，对，他是吃的，我以为刚刚是吃面，不是。我跟你讲，其实他错我都可以原谅，你不要一直偷看我。抓到，我没有。吃爱浴，啊，不要
这是什么？等一下，说到做到。我没有，都在偷看我。我们换位置，换位置，换位置，不要给他看。我们上次有剩两个，然后他们都要互瞄，然后最后右转45度就死了。无从参考，一直在偷看。好，要不我不看不看，我看这边可以吧？还有，厉害厉害。45度，来来，以下选项会用到水、拍打、嘴巴、以上皆非。林黛玉、泡泡浴、泡夜店、我们上次有剩两个，然后他们都要互瞄，然后最后各转45度就死了。哇，太久了！泡夜店刚要靠嘴巴，为什么？泡夜店，哎，你姐讲话，小姐，你姐，晚上有没有空啊？有人去夜店想心事的，对啊，当然用嘴啊，要喝要喝要闹要撩，对，要喝要撩，多少把是撩妹，嘴巴很累。夜店是去跳舞的，是三个不错，那用嘴巴了，嘴巴可用多了。你说要喝要黑的地方都要再用嘴巴，阴暗的角落，对，阴暗的角落，那个角落嘴巴用的多了，真的。夜店对话，真的这么好的怎么都没有约我们？因为你不去，我们夜店只有聊天，那上面还有很多跳跳会跳的蛋哦。夜店刚刚用嘴巴，现在单纯多了，我告诉你，没错。夜店还会叫嘞，呜呜呜呜。对呀，对呀，对对，那嘴巴用的很多哎。对，小荧幕说不好，来，要乱喷呢。会用到水、拍打、嘴巴，以上皆非。泡夜店。杀价，杀秋刀鱼，秋刀鱼什么？哦，哎，鲨鱼要用手，要边洗边杀鱼要用手，要用打，你鲨鱼不用手，也要用水啦，水呀，我们没有手这个选项，所以你上街飞啊，哦。要水啊！要水啊！要水啊！水啊！淋不是鲨鱼，要用刀子，没有错吧？你夜店都可以用嘴巴了，鲨鱼不能用刀子哦。不要录，不要录，不要录！太丑了，也对，对啊，用水不能杀鱼啦。你用嘴巴杀，用水杀。会杀不了鱼啊，会用到水。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对着用刀嘛？这样好不好？你跟大慧，你跟大慧先聊清楚。我讲，大慧，你一个人在玩5分钟就好，再输了。一个人玩，来，前辈淘汰。跟刀啊！等一下，怎么了？我拒绝，我拒绝，我拒绝，有人拒绝。等一下，鲨鱼会用到水。去学他了，他真的没有去传统市场，鲨鱼对啊，边冲边用水啊，没有日本料理也是用水啊。这样子好一点，不是认识的问题，鲨鱼在用刀子啊，你啊，是所以以上皆非啊。你去跟制作人聊这个问题，真的没有刀。那下毒啊！哎，不是要偷看我？哎，好了，要转45度转45度就好了。OK OK 啊，不是啊，因为我45度没有啊，你45度那有答案，我根本45度。在哪个那里？啊，你也过去，你也过去。对啊，帮你开一个，开一个。对对啊，恭喜！来两张，两张哦。来啊来！45度。来跟两位大哥讲一下，接下来你们要争夺的是我们的美国长颈鹿气泡机哦。好啊，快手机，好，气泡水机，加油，加油，加油！来，以下选项会用到水、拍打、嘴巴、哇哈，以上皆非。猜猜，水哦，杀秋刀鱼，杀丁鱼，杀丁鱼。没错啊，这是什么？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个，两个都错，因为哪个要大了？ We got no control. OK， 你错了，你什么？再听一遍，再听一遍，沙丁鱼在。对，沙丁鱼，沙丁鱼就没有。这题答案是以上皆非。对，它是鱿鱼，是以上皆非。它不在活，不在海里吗？它活着要水啊。它不见，它在冰箱了。它在冰箱。有可能哦，要用到，人都用到出来了。沙丁鱼在水底啊。两个对，答案哪个不错？哎，我应该算对了。你要这样子，要大又大的。我就手张不开，我50斤了，张不开。好，来，以下选项会用到水、拍打、嘴巴、哇哈，以上皆非。杀秋刀鱼，
洗牌。啊，洗牌。哎，拿错。洗牌。啊，洗牌。啊，洗牌。哎，拿错。沙丘刀鱼要水哦，我们是挑牌，我们讲沙丘刀鱼哦，有有有，他没有用水，有，会看到我嘞，对啊，不要偷，我没做要看他一样，我们前面有评审的，不要紧张，来来来哦，以下选项会用到拍打水的水吧，雨上皆非，刚刚雨上皆非是这个，好，来来来，洗牌，洗香香。洗门风，洗小鸟，一下水都错哎。洗门风用嘴巴？为什么？用嘴巴讲？要讲啊！对不起你，我跟快跟你下跪。洗门风要边讲边那个边。当然，要讲啊！要讲。你上次是谁？你上次是当过哪个洗？洗门风要讲啊！要讲，不要认错。张先生，我对不起你哦。要认错，这跟验电用口一样意思。哦，对嘛 ？OK OK。还在用刀嘛？还在用。来，以下选项会用到水、嘴巴、以上皆非。来，洗门风，洗小鸟，吹牛。遇到这种领头羊，队友实在好想哭。梁，哦哦哦哦哦，梁勇，齐梁，对，还有林林林，是不是在乱讲，有有林，没有哎，都有啊，换换姓，你说哦哦，还有我讲好几分钟，黄。黄，他说乱讲，对对对，黄，白，白，词汇嘛，对不对？对，把，苍苍，白，又要白，不能换个颜色吗？可以，白手，白手，起家，白，我可不可以换个颜色啦？其实第一个蛮不负责任，不行，我也知道，跟你一样。以下选项会用到水、嘴巴，以上皆非。来，洗门风，洗小鸟，吹牛。吹牛用嘴啊！吹牛说谎用嘴，好多嘴啊！吹牛要用手，吹牛用手啊！是吗？哎，你要喊呐！好厉害，我们当然是要喊。看得到，嗯，我现在要转吹牛哦，不好玩，不好玩。新单元全员四次中，好了，哎，这个单元啊，会生气的，会生气啊。不生气，哎，这全员失踪很重要啊，很重要，好不好？不要卡到一个又卡死了，尤其是第二棒啊，哦，很辛苦，第一、第二棒最厉害，频率相近的摆在一起就对了。第一、第二棒，尤其第二棒不好站，真的，题目有关系的，题目有，题目有很重要，对，好不好？好，来，第一题几个字？我的三个字，三个，我从三四五了，好不好？好，我们三个，好好好，来来，三个女的，哎，放后面这样子啊，哦，年纪相近。来哦，不能难看哦。你们这样有相信吗？默契哦，你们这样有相，你们这样有相信吗？默契蛮好，你们三个这样有相近吗？有有。讲什么话？衣服颜色相近。你不要这样说哦，十几年来他都最懂我的哦。哎，而且我们 range 超广，老中青都有。真的。老中青，我没有。你这是夸赞我们这个组合吗？对，我们的 range 很广，对对对，我们知道的东西涉略很广，夸奖是夸奖 ，OK， 对对，有教不累的，好了，好不好？来啊，简单说喽，不，一定赢的，哎呀，骗我，出剪刀位，你上次对你们先，我们先最难的，哦，对不对？我是半男不女。
所以来了，看我们先啦，看他们先，好好好，而且能看到吗？看他们多烂，好不好？好，来就位。你们是自己愿意三个频率相近的人，对啊，说吧，我们三个，所以好好做，年龄相仿，真的。那老中青三代，让他们看一下。哎，老中青，我们很好。你也会有这一天的。太老了，好不好？太快了，你也快了，太快了，好不好？不远了。好了，来，三位先后三，再见。没话讲了吗？没话讲。好了，准备看题目。今天三个字的题目是简单的什么？哦，原先食物，好，原先食物，食物，你想一下。比如说，三个字有芝麻球。哦。比如说奇异，整个是圆的，它本身长圆，椭圆可以吗？奇异椭圆，椭圆也算。OK OK， 椭圆也算哦。来，三十秒，请排位。我可以一二，我一，我二，你三，好，我可以。找八十最快的那个，好，完美。OK。那第二，那站在十字下面。啊，十字十字。确定你站第二棒哦？可以，应该在第二棒，都重复一次。他很懂我。全员思字中。好。两分钟准备。哈哈，老中青，芝麻球，奇异果，红豆冰，红豆，红豆，哇，红豆，红豆，天哪，快一个，快一个，看奶油酥，哇，蛋。牵牛花，蛋卷，我们这样，上上上，哇，蛋，好，换一个，芋，芋头，酥蒸蛋，黄酥奶，黄酥，奶黄酥，有，没关系，有奶黄酥，刚刚那个有一个很多红红豆，红豆球啊，球啊。想一下，可以的。内馅还有什么？内馅还有，好，没关系，我换一个，我换一个，那个水，水，啊，水，水，对对对对对，水渊，不是，没关系，水渊，水渊，听我说，条状的，土石流，有有有，什么？土豆，不是什么？马土托鱼，马铃，马铃。啊！马铃薯不规则吧？好，没关系，换一个牛牛牛牛牛肉面牛牛牛是哇，完蛋了！水蜜啊，水蜜，对对对，啊，牛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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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吗？牛有有飞天，对对对，火龙，哇，我懂了，黄果刺刺的吧？我想想，还有。OK， 我想一下，有还有很多，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对，我要往这方面，好，加油，红龙，是不是？不，有，这边说吧，慢，应该比，对，这个红吗？红龙果，对啊，火龙果就是火龙果。火龙果是火龙果吗？也这两种说法都是。红肉叫红。我是讲红毛丹啦。没有红葡萄、紫葡萄、黑葡萄、绿葡萄，这个可不可以？葡萄一颗一颗的圆圆的。水蜜桃啊，还有水蜜桃，我后面有讲。水蜜桃，我讲水蜜桃。丸子类的啊。花枝丸。哇。鱼丸、花枝丸。水煎包、生煎包。啊，鲫鱼丸啊，我们没玩二丸子类。对，丸子还可以讲五六个。丸子很多。那我再讲五六个。我刚刚那个红豆饼。对啊。不是，我以为是它整颗圆的，没有圆的，圆形啊，我刚刚没有想到，我们没有讲圆柱体啊，我刚以为是因为他给的范例是圆，整个圆的，我以为是要那个圆形，OK 啦 ，OK， 少了大概少了七八个，没有，不会啦，丸子类应该蛮多，对，花枝丸，你知道吗？吃的不错啦，我觉得还不错，很多，吃的不错，我们要是有猎到丸子类的话，应该可以。红豆来哦！哦呦，零点九，好大呀！几分？几分？哎，我觉得蛮好玩的，蛮高分的，蛮高分啊！我们家嘞，到底
三分很多哎。来，题目是什么？哎，三个字的题目是。圆形的食物哇，比如说芝麻球，比如说奇水果都算了，水果也算，圆食物啊，椭圆也算，椭圆也行哦。食物啊，只有食物吗？吃的，食物，食物，只有吃的，吃的。哇，这个鹅卵石不行，鹅卵石是鹅卵的，不能吃的，太扁太不容易哎，这蛮难的，不能吃的。好，请排位置，扁的也可以啦。扁的也可以，形状有圆的就好了。怎么这样子？怎么形状有圆的就好了？你有想法吗？这个有中餐顶级的就占第一个啊。厨师才开那么多，厨师去来，厨师证照真的可以吗？他中餐顶级知道哎，我咸酥鸡里面很多圆的。对啊，真的可以吗？可以。你可以吗？只要有圆形的就可以了。可是他吃过东西不少啦，我 get 到啦，很多啦。你接好了，尝试看看啦，是哪个应该可以？来，准备，你站过去一点。好，准备。他们十三个，圆圆丝字中，两分钟准备。想到圆的，要圆的吃的。开始。芝麻球鸡地果番番番番番薯。球，哎呦，哎呦，有啊有啊，改一个，改一个，红红毛丹啊，对对，红红，跟我想的一样，对，红好棒，棒棒棒棒棒糖，那圆的圆的圆的，不是跳，它不算跳跳糖跳跳啊啊，不是不是跳糖，要圆的，圆的圆的，圆的，不对，我们应该占第一半。第一半，哎，对不对？那个火火火龙火，吃的吃的吃的，圆形的就可以。你冷静，哎，冰冰淇淋，哎，冰淇淋，圆的，一球一球圆的，至于是甜筒，圆圆。那个也不行，也不对啊，那同一桶也是圆的啊，那个甜筒是圆的。哎，这怎么两个字啊？哇哇，看嘛，甜甜甜甜圈，对 ，OK， 甜啊甜，又甜泡，甜甜啊，跳跳，对对对，章鱼章，对对对对，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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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嗯啊，哎，换一个，换一个，哦，另外一种鱿鱿鱼，哎哎，不是，那个鱿鱼，那个，花枝，花枝球，贡，花枝，玩玩，对，玩，贡，玩，不是不是，对，竹竹竹竹，对，竹，真的，芋头。丸，对对对对对，芋头，饼，对对对对对，红，红，对来了来了，红豆，饼，对，芝麻，饼，绿，讲过，豆没有芝麻，没有高和绿，豆，丸，丸，有绿豆丸有，有绿豆丸有在，绿豆，还有绿豆，还有吗？肉，啊，肉脯。蛋，太补蛋，太补蛋了，太圆了，碎碎碎，不是，太补蛋了，太补蛋了，红豆，一系列的，红豆绿豆，有红豆多啦，一系列的，哇，太管，对呀，哇，太管，太管，还有车轮饼，碗类的，还有绿豆碰啊，对啊，我刚有说绿豆碰，还有绿豆，绿豆糕还不错，绿豆糕，绿豆糕有，绿豆糕，那个绿豆丸也有哦。洋葱圈，绿豆丸，有绿豆丸吗？有，没有吧？有哎，我妈妈每一年都炸绿豆丸，绿豆丸，绿豆丸，绿豆丸子，对啊。什么是绿豆丸呢？绿豆丸就是把绿豆打成泥，他把它让挤出来，然后去炸。甜点呢？绿豆丸，啊，还不错。哎呦，怎么可能？他前面往那个玩去做的很多了，花枝、奇鱼、章鱼什么好多玩了，对，好多玩了，有还好，我以为他们十个十一个，他们要十个，厉害，还好还好。第二题还有难啊，五个字啊，五个字，哇，这么多，五个字，那我们剩下的四个，我们剩四个人嘛，再加一个，再加一个，好，你去，好，你去，来，你们四个下。好，你们四个全下。凯西，从这边过去坐。好，他们过去坐。好，再接下来是，来哦。来哦，五位啊，五位。我们戴耳机，你们五位坐好，戴向后转，戴耳机。好，好不好？
哎呦，我们刚刚没想到他后来居上，对，后来有抓到，还好哎，不然就没有很大的。对对对，还有五个字不容易哦，真的，五个字不容易哦，讲哦，来看题目哦，好，来，知名的地名或地标，哇。建筑物，哎，五个字蛮难的，也有了，五个字其实有点难。哎呦，有这边有例句，哥是大黎家，哦好不好？地名这地名，国家名也可以，国务院，国家的名称也可以，没有就是就地名嘛，对，地名嘛，机关车站不算，哦，那都不算喽，什么市政府什么火，好不好？好不好？我觉得这样子蛮好，就这样排好了。真的吗？你去地方多，你也知道地方多，这样接下来应该可以。发球的 idea 要超过，第二个接的好，下面应该就输了啦。你发这样子，最后我们再接过去，最后没有我就掐死你，我跟你讲。掐死我！好来哦，好，接下来各位准备了哦，哇，好，全员失踪，两分钟，计时开始。哥，师，大，黎，家，故，公，伯，物，院，国，父，纪，念，管，中，正，纪，念，行，马，马达，家，师，家，阿，阿，阿。啊啊啊！阿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啊啊！哦，对，加油，下一个了，下一个吗？换，我想一下，等下再回来。可是阿很多哎，阿很多，我想一下啊，啊，这个问题是阿，我等下再回来那个，他是阿拉伯，不是不是那个，好，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啊，不是不是。你阿子在阿，太好了，太好了！阿什么干什么？拉伯，阿摩斯，阿摩斯。我换一个，我换一个，没关系。拉拉维加斯，阿，你想一下，阿阿很多。我想一下，我想到阿拉伯而已，还有什么？山吗？山有吗？啊，有，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啊，有啊，有啊，啊，不出来啊。阿里，山，地标也可以，那个地标也可以，公，阿里山什么？什么？公啊，公是这个，公阿里山公，公什么？可以吗？公园，那再来，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公墓啦，阿里山公墓，对啊，什么？海啊，我不知道，泰姬，那个印度那个叫什么？讲话，泰姬马吗？对，泰姬马什么？马不过去了，马不过去了，对呀，马不过去。来讲话，太好了。阿太多，还有什么？没办法，好多。台北，是，不是，不能讲是，哎，因为不能讲他的是，不能讲是，台北。啊！完蛋了，没给到，一零一，可以吧？可以，可以吧？可以，没有了。哇，进阿里山神木啊！是泰姬马哈林啊！泰姬马哈林没听过？阿里山神木是要地标吗？阿里山神木也不叫地标啊！阿尔及利亚，阿尔卑斯山，阿姆斯特丹，然后阿拉伯公国，对，我就猜错了。阿拉伯是大公国。阿拉伯没有公国了，阿拉伯也不是地标，大公国。我想阿姆斯特丹、阿尔及利亚、阿尔卑斯山都是阿。对啦，对，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很多。对，对了，哎呦，那我们这队也，我们那队也危险喽。对哦，少两个。你看，不是因为有张无忌在，哪里不知道？对，完蛋了。有张无忌在耶，不应该。这到底是公？七分啊，好了，恭喜啦，来帮我们叫一下各队。完了，好，不讨论什么，不讨论。他接公泰山公，哇，张文琪在，张文琪在就完了。有两个例子，五题就好。几题啊？他们加油，加油！好了，来，赶快一题。几题？加油，加油！很难的，几题？七题而已，这么难。他们等于是答对五题，因为有两题例题，所以你们要答五题就好了。哦，那两题以外啦，对，懂意思吗？懂。啊，因为有两题提示啊，已经有。来，张文琪。想不到啊什么。知名的地名或地标，车站不算哦。哇塞，好，你看例句，哥是大黎家，好，故宫博物院，数字可以吗？可以，数字可以，只要是地标。英文不可以，英文不行，好，只要是地标。火车站不行，好不好？好，火车站那些都把政府官那个机关都不算，那都不，全世界都可以吗？对，当然。哇，来，就职哥感觉知道哎，啊，来15秒，我觉得，哎，我第一个好了，好，你第一个，好，你要。
你加油，恭喜我支持你，再相信他，可以的，可以的，收视率就给你扛了，好不好？试试看呐，真的吗？你可以来，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冠少始终，是这样子吗？还是学长第一个？还是你第一个？我接第二个啊？不行，你先，就你第一个，第一个吗？对，你好，我这样。哎，可是你见到他的国外的，你 OK 吗？国内的也可以呀，国内的就这样我了，你最后好不好？他的国内的多好了，对，第一个，来，不是，那你要叫第一个，第一个是不是国外的？确实啦，我们讲国内的，讲国外的，国内国外都讲国内的，来，完了，好，全员失踪两分钟。哥，师大礼家故公国务院国部纪念馆对国中央台湾台不讲话好台北市。不是，不能台北。地标哎，地标地标哎，对啊，地标。台北一零一 ，OK， 台好中中，你讲一些国外的给舅舅。他没有国外的，国外好了，有中有中。对，你不知道对啊，好国的念稿，这文化的差异啊。高雄，对，高雄，对啊，高雄，地标，高雄，对啊，有，再想一下，有高雄地标，高雄，对，不行就重启，有就重启，要吗？有就重启，他没有啊，哦，没有了，快啦。他就不能上第一了。说什么？光想台湾的。没有。那个还有什么？那好，台南哦，台南，换一个地方嘛。台南，哦，有，台南，哦哟，台湾很多哦。孔没有吧？孔庙都没啊。四个字，五个字。台中，台中。台中的地方有什么？很多，有啊，台中讲国外的，好，那为什么要占第三？国外，讲国外的好了，国外哪里有啊？对啊，台湾就很多了嘛，五级而已呢。真气了，有脾气了，有呢，折扇固执没错。巴黎。哎呀，巴黎，他生气了，巴黎，有很多，巴黎，很多，巴黎，对，不是，巴黎，完了，五个字，我难得有，巴黎，什么？玩巴黎，完了，我抗议，你真的关的，在。你们在干什么？敬佩！你们在干什么？坐好你们位置，干什么？高雄管新北博物院啊！哎，你们在看笑话？没有。台南赤坎楼。对啊，赤坎楼。台中歌剧院。对啊，对。高雄歌剧院。高雄歌舞厅。好多啊！中正纪念堂。锁起来！张文琪，你没有说你站第一个是对的，是他们不懂你，国际观给他锁起来。没有啊，因为我想说五题，那我应该有台湾就讲够了。够了，真的啊，真的。哎呀，台中歌剧，哎，好可惜啊，难得我可以有这样的表现。真的。哎呦，真的，没关系 ，OK OK。台中歌剧，哇，天哪，哇，哎呀。不是啊，是随便，哇！哎，这几个怎么样接都接得到啊？对啊，真的哦，可惜了。好，没关系，等一下返回来。哥斯大黎加、马达加斯加、泰姬马哈林，他不能第一。然后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作曲哥，您应该面试神像，我们讲的就是这一些。真的假的？罗马，我也觉得你讲的。罗马竞技场，巴黎歌剧院，对不对？没有用了，如果他巴黎圣母院呢？真的。你知道？你知道泰姬马？哈林，泰姬马利亚。泰姬瑪麗亞，所以我跟你講，文化差異太大，這和本土，好不好？這我們洋派搞不到一起，泰姬瑪麗亞。
好笑，太厉害。来，下一题什么？三个字。又三国志。下来，我们下来，我们派谁？跟哪个？你们两个。来了，就去。我跟你又不同队。哦，不是，我们下。就去。我们三个吗？三个先，你们三个先坐。先听音乐。你们俩三个，你是我们的吗？不是。听起来，汤音音啊。啊，你对啊，对啊。你要多，你不要用光打高尔夫球啦。这个组合涉猎一点啦。我们的组合，你人生，他讲外国的，你人生太窄了啦。他讲外国的，哇。组合是好的吗？怎样？因为他希望我们可以多都站好了。你们刚才还笑我们，这次开我们，我要叫他们好好笑你们。来看题目。来啊，题目是：名夷之中有奇的知名人物。名字里面哦，哇，是哪个？一个字、两个字都三个，两个字、三个字都可以吗？对不对？两个字，三个字啊，三个人哎，三个人。哦，对哦。好吧，来哦，王麒麟、宫崎骏，类似这样子，好不好？好，来排出来，谁能多第一棒？好，宫崎骏不算哦，人名。少一排位置快，你可以吗？宫崎骏应该还可以，最后可以啊。那你第一个，思考一下，思考一下，我可以第二个，接得到我吧？还是你第二个？第一个还是你第一个？你什么想法？快哦！来，时间到，来准备。接得到我吗？我应该可以。好来，全员四中，两分钟计时。王麒麟、宫崎骏、张峰、张峰、宫崎、张、张、对、张啊、文琪，我的是三声起。他是三声啊，任、杰奇，还有还有什么奇？不是你，孔令奇，赞赞赞，漂亮漂亮。要知名人物不一定要艺人吧？对，对对对，宫崎骏也不是艺人啊。哦，对对对对对，还有什么棋呀？冷静，冲冲，宫崎骏、张峰、张峰、杨宫崎、张、张、对，张啊，文琪，我的是三声棋。哎呀，任，杰奇，还有还有什么棋？不是你啊，孔令棋，赞赞赞，漂亮漂亮。要知名人物不一定要艺人吧？对，对对对，宫崎骏也不是艺人啊。哦，对对对对对。啊，还有什么棋呀？来，冷静。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想想一下。干什么？想一下，冷静。无厘头，我的年代，无厘头，很多很多，五七小啊第一啊丁林文七，对啊丁文对丁文七，还有黄，不认识他不认识，不可能不认识啊黄，我也不认识啊，有啊黄有皇帝金黄啊。还有陈，陈，哦，对，陈，迪，麦，陈，陈很多，陈，对，陈，不用骑就好，有没有？骑，就骑就好。对啊，来，你那个，你们有没有想到？五有没有想到？骑，完蛋了，对对对。真的假？陈奇，陈奇，陈奇，你写，陈奇，陈奇，陈奇很多，你随便讲，随便接，你随便接，陈奇什么？陈奇，完蛋了，好，换一个，好，王有没有？王有没有？你自己都没有，嘉哥随便出一个戏，戏怎么会有啊？陈啊，陈，陈啊，真的五啊，五有了，第一步，陈也很多，陈佩琪啊，陈佩琪，黄少琪啊，黄少琪，我刚刚讲黄张琪慧啊，是黄，其实陈佩琪，你只要。你大家讲棋就好了，你喊棋，下一个丢给他。其实你只要讲一个姓，你只要讲王，他只要讲棋，然后就去凑棋就会。我真的有想到名字黄少黄少棋，知道吗？你在讲我也知道啊。对
对对，梁咏琪，他不见得更梁咏琪，他只要讲一个齐就好了，他管他对不对。范玮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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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震霆，哇，很多，很多，梁咏琪，来打几分？可是我觉得蛮厉害的，八分也很厉害了，可以了啦。八分，你要加28，我们要答十题也不容易啊。好可惜。等于说我们要追八个了，好不好？来，帮我们叫他们。好，好，够够。那追八分了，不错，其实还不错。OK 了。哇，去吧去吧，哇，去吧去吧。来来来来，请坐。八分，干强。对啊，你应该知道了。干很厉害。八题，来哦，看题目。来，适合你的。题目是。我们答十分就赢，就平手。的知名人物，名字里面有齐的。公众人物不见得要艺人，嗯啊，像来丽俊、王麒麟，他们都不是艺人，但是公众人物，知名人物就好了，艺人也可以，网红、艺人什么都可以，对，叫得出名号，叫出名号，有名的人，宫崎骏像这样子的，那卡通人物、虚拟人物不算，好不好？很清楚，不难，卡通人物不行。小梁哥有想法吗？小梁哥感觉他知道很多人，你认识那么多人，你一定知道了，你出信嘛？你当第一个啦，他认识好多好多。对，第二个、第三个很重要。对，因为没有是这样讲，年代有点差距。对，所以我去后面。啊，你中间一个中生代。对了，啊，可他们这样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没有信而已啊，就信而已啊。对对对对，前面就信啊，他只要 get 到你的信就可以了。对，来例句准备。各种棋，各种棋。好，速度快点，全员失踪，两分钟。王齐林，快快速度。宫崎骏张文齐，不行，他是三生。好，快快快，那不行啊。陈很多了吧？陈对对对，陈对那个那个齐真，啊，他是齐，他的齐跟我一样。齐麦，耶，对，快，陈又陈，齐。又齐，还有换换换换换换，王王王王王王什么齐？王齐？日本人也可以啊，日本人也可以。王王王什么齐？梁哦哦哦哦哦，梁咏齐也要对，还有。啊，零零零，在乱讲，有零零零，哎，都有啊，零加七，对对，零零零零，这是零加七，零哦哦，零有一个零，不能讲，零啊，有一个换换姓，你说哦哦，还有我讲好几分。黄，他是在乱讲。黄，他是乱讲，在乱讲。黄，啊，黄，有啊，我觉得不能占第二。黄，第二个。好了，真的有了，换了，换了。一个歌手，一个歌手。黄，哎，来来，犯规。黄，张张，啊，张，有了。不负责任，你随便讲嘛，百家姓都丢。好像会张。张琪会，对啊，你就讲琪就好了，对对，什么就接琪就好了，啊啊，张琪，谁完蛋了？完全没想到，谁啊？前面两个不负责任的，张琪，有这个人吗？没有，啊，刘乱出，刘。齐啊，刘齐，谁啊？刘齐啊啊啊！就这么齐的，好像我没有。冰冰冰冰冰，不是，叫姐，你不管有没有，你没有就齐出来，搞不好他可以接得到，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想，你想那个没有用。辛小辛小齐，对啊，辛小齐，梁咏琪有啊，你为什么要站第一？丁文琪啊，要我站的，霍震霆，他是名丁文琪啊，名的那个名模，张琪慧，齐真的要，他是御史兵齐步，还有陆元齐啊，对，难哦。吴奇隆、霍震霆、吴奇隆、吴奇隆，好多很多啊！可是刚刚的都不是他讲的头啊。梁咏琪也是有啊，有梁咏琪有，梁咏琪有，梁咏琪有啊。邓紫棋、萧煌奇，哦，邓紫棋、萧煌奇，竟然忘记，然后李治奇。
邓紫棋消化，反而棋是在最后的很多，哎，对，蛮多的，棋在最后的，第一棒、第二棒很重要，嗯，对不对？好难哦，等于讲三个，中间28-23，我们输五分了，好不好？哦，来，我们最后一 round， 来，几个字？四个字，对，我们四个。我们我啦，四个字。哎，可是哪个你要三个？我下去啊。我觉得我玩太多 round 了，加油，给他，给他，我下去。我玩三个，我有人了。来，我们人呢？我们人谁？我们谁？你要不去玩？来来来，再玩再玩，再来两个。好，那再两个，可以吗？就是你还要玩。好玩一直玩嘛。好玩啊！我不是你们队的。唐英英，你在干嘛？唐英英，不要！居然拉我去，不要小梁哥。来来来来，我们来了。来，他太怕会输了。来，帮我们戴上耳机。戴耳机。好，我们来看一下四个字的题目是：有黑或白的词汇，很简单啊，这个。听说例句：黑头粉刺，还有青红皂白。但我们食物不可以哦。好，好，我第一个太多次。我适合在后面，这个我 OK。那我可以二或三，陈哥，很简单。好，那我二 ，OK， 我接完美，好不好？可以，完美，来排好了吗？常用一点的，全员四十钟计时2分钟。黑头粉刺青红皂白黑面皮鹿白白词汇嘛，对不对？对，把苍苍嗯白白白白白。白头，白头，对，白头，白头偕老，棒棒棒，白，嗯，要白哦，白白白白面，书生，哦，对，很棒，白，要白，不能换个颜色，可以，白手，白手，起家，白，我可不可以换个颜色啊？好，白白。白要换第一个吧，不一定啊。白呀，其实第一个蛮不负责任。不行，跟你一样。我也知道，跟你换黑。对对对，白。嗯，黑白黑白双黑白双雄。黑白无常。还有黑白。黑白。黑白。男生女生配，很简单的。黑白双。他不知道那个，哎呀，不知道那个。不用第一个。黑。黑。就黑就不用第一个呀，黑白很多。不用第一个字。黑。黑。黑白啊。对呀。黑，我想一下。黑。我知道，黑色，黑色，黑色。幽默。对对对。黑。黑。真的真的。黑。Hey, taxi， 你开往。换一个字，换一个字，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词，要换一个字。黑很难。我黑除了黑，我就会换白喽。黑白让我们讲，你讲别的。白色，白色。巨塔。再来。白色。天地。不是，哎呀。白色，白色，白白。白衣天使，对吧？是有是有没有？可以啊，没有是有，赶快赶快，有，没有太明显了，爆班爆班，白黑色，黑色，嘿，啊，黑色头发，可以吧？黑色幽默啊，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奖，黑色柳丁，黑色柳丁，黑色头发可以吧？黑旗白有什么？黑白不分呢？黑白无常，黑白狼君啊，黑白狼君，黑白不分，非黑即白，白俄罗斯，白俄罗斯，我发现黑色的歌就唱多了，对啊，黑色毛衣，白色风车，黑色幽默，对啊，你放第一个浪费了啦，白色，对，太浪费了。如果我刚是被推过来的。如果你的功能只有讲黑或白，你在这边真的是真的是浪费了。小子，那个还不像你上一个一直在那边一直讲百家姓。哦，是你啦，好像是你。我跟着香蕉已经抢了第三棒，他要到第二棒，那我跟阿杰怎么办？不会，还是可以啦，不错，有第一题耶，第二题，不错啊，哇塞，他们好紧张，这个没有放入哎。
分你们。哦，他们要十五。十五哎，太多了，十分啊，三八比二三啊，我们输十五啊，哇，那可以，那可以，我们要先揭晓题目啊，看题目，看题目，四个字的有黑或白的词汇，那我第四，不，你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你只要出黑跟白就可以了。好，我们先看一下例子，是不是觉得很难？例如说，黑头粉刺或青红皂白，但食物不可以哦，食物吃的不可以。我最后，我最后，好，就这样，就这样，我最后，就这样，好，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可以，可以，可以。全员四字中，计时两分钟，开始。黑头粉刺青红皂白，白。手鞋啊不对不起对啊起可以吗都可以啊对啊你看来白一个白你刚刚是啊白头鞋老对啊白白来白净啊对对白净对对对白白净白白哇塞白白好黑色幽默黑色哦，加油！旋风对，黑旋那个那个郭婷宇，黑哦郭婷宇呢？对，黑色旋风啊，这样可以吗？对，黑紫薇，黑色紫薇色，幽默黑色哦，不要比哦，黑色黑色饼干啊，对不起，一个人讲，太兴奋了，对不对？他 get 到，他 get 到，黑吗？黑。可不可以换一个？就黑或白，你还讲那么久？头换个头，换那个绿。白呀，白成语啊，成语。白，白色。白色巨人。哈哈哈哈哈！过了，打过。可以可以可以。哎，一样啊！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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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是不是？对，白白色恋人。对，好白色恐。白色孔，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啊，不是，啊，有，再一次，好，好白，白，这个，白，对，那个，对，白白白发，苍苍，哦，是是是，白，还有白，抓到，白衣，白衣，天池，对，是是，还有吗？还有还有，白白，还有黑，白头，白。黑吗？黑吗？黑吗？黑黑黑黑黑天黑天没啦，黑天鹅，黑天换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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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来了，黑黑发黑发发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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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魔对女对对哇，白发好来来一个白白。是是是是是，有漂亮漂亮。黑面，黑面皮，路对对啦。白白白白白，来还有成语。白白白白白白嫩嫩啊，白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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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很多啊，对啊，他讲白跟黑就好。黑人牙膏，黑人牙膏，白人牙膏，哦，真的。突然看到美白超多哎，美白乳液，美白面膜，美白乳霜，没有没有到那条线。黑心的东西也多，黑心的，黑心商品，黑心商品，黑心商人，黑心厂商，大概十三个，哇，有吗？十二个，哎呦，很强的，十二个是平的，哎呦，强啊，哎呦。还赢我们嘞！不简单，那个白白净净、白白嫩嫩，白白净净。哎，我才白白白白净，我才一个，我白白胖胖，不是白白胖胖，如果净净嫩嫩，你就会接净净嫩嫩胖胖，就三条人了。黑色恐怖，黑色恐怖也黑色恐怖，黑色饼干剪掉，白色恐怖，白色恐怖，饼干要突然又多一分，对不对？他那个白白净净，黑色柳丁。对对对，黑色幽默，你搞不好可以平手的。黑色毛衣，绝对可以，绝对没错，绝对可以，好吧，绝对可以。38比35，各位陈先生获胜。来，休息一下，现在跟你讲一个，冲冲冲冲！